欢迎永远在飞，欢迎晚上好小烟，好久不见，欢迎陌上哥。你有什么压力？我没有，我也有压力，只是我不说而已。我也有压力，没办法，被一群女的打了一顿。被一群女的，那就不叫打吧。长治有啥好玩的？长治有啥好玩的？有大峡谷，大峡谷，太行山，大峡谷。嗯，但是夏天的话，你要去大峡谷，我觉得应该会很热，会很热。其实也没有什么，还有一个那个，有一个温泉，哪有个温泉来着？哪来着？那个是什么地方？哦，湖山温泉。湖山，哎，是不是湖山？哎，不是。那是哪个？叫个什么温泉来着？欢迎四哥，欢迎，下次有机会来长治找你玩。好，啊，就是湖山温泉，是不是？在那个哪儿呢？想不起来了。湖关有个温泉，湖关不是湖山温泉。欢迎腾飞哥，欢迎四哥，欢迎。太行山冬天有多冷？太行山冬天有多冷？就数九、三九、四九，冻破石头的那种冷。我们外地去的需要核酸不？需要。我们一起去泡温泉呗。感谢四哥，好久不见。欢迎小生，欢迎。我们何时开始发现结束何时泪满路，最后放任寂寞反反复复。谁都会输，谁都会哭，谁都会在乎，可是谁又敢爱，谁又敢动，谁那么无助。找你泡温泉吗？我不泡了。两分钟下播，有的时候我也会，也不是特别的准时啊，也不是特别的准时，就到12点就下播，有可能就是12:10，或者是12:10，或者是20左右，有的时候都会这样。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差不多是9:30开播的，那我肯定就会再稍微晚一点，比如说到20，或者是到12:30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也不会说特别准时的，说12点，立马，好，下播，关了，拜拜，晚安，就是这样了，肯定不会这样。你家小猫咪呢？我家小猫咪这么有时间观念吗？比如说，就相当于今天晚上，如果说是我9:30开的话，那我怎么样也要得到20左右，12:20左右。头发怎么剪短了？早就剪短了。感谢甲板哥。没有一天好看了。干嘛不在白天播？白天有的时候也会播吧，有的时候是下午，有的时候也会播。晚上9点，我基本喝多了。白天有的时候就是下午3点到5点，有的时候也会播，但是这段时间很少播了。那今天为什么没有喝多呢？送灯牌，今天是在高速上，所以没有喝多。
我走了，我去养伤。这两天得扮演的辣点儿。好好的，甲板哥，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啊！谢谢静哥哥，不理我，我回复不过来呀。要不不上大 G 哈，从青岛出发的，从青岛出发的，我姐姐就在青岛啊，从青岛出发的啊，赶紧上高速，高速不等人，从青岛出发。问你弄哪里去了，问你弄什么，弄哪里去了，PK 输了，把头发取开了吗？没有，我不是输了。等等啊，